大家好，我是奈里，今天要来讲改宝宝衣服，领子洗久变宽松。首先先拆掉领子上的压线，这件衣服领子的压线是用三本车车。我先剪断两边压线，拿起锥子挑起车线，拉起底线，拉不起来换拆另一边车线，用锥子挑起车线，拉起底线，压线拆完，换拆螺纹上的车线，剪断车线，这件螺纹车线是用三线考克车车，挑起最下面车线，将螺纹剪断，螺纹的接头要在后面，这样比较好看。螺纹剪短一些，剪断的螺纹车缝起来，再来领子接合衣身。现在要来接领子。抓出中心位置，领子平均车在衣服上，
领子的这面我不压线，下次要再改短螺纹才不会要拆那么多车线。